館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昨天在白慧小姐演的电视剧里，白慧小姐太可怜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樱同学，冬天同学，樱同学也一样吗？只要一到秋天，就会总觉得心里很难受。大野同学。好帅！大爷同学，我等你呀、啊。梅环同学，一到秋天，会更在意喜欢的人，这是少女的季节呀。梅环同学，你一年到头都在意花轮同学的吗？烦死了！到了秋天，会更加在意花轮同学嘛。秋天对于花轮同学来说，还真是个麻烦的季节。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我们来成立一个秋天少女俱乐部吧。秋天少女俱乐部。是呀，秋天那是我们女孩子一年中最伤感、最少女的季节。那就让我们这样美丽可爱的少女来成立一个俱乐部吧。跟我相称我赞成。我们来成立少女俱乐部吧，请让我也加入吧。甜甜同学，我也一直觉得秋天真的好浪漫呐，一到秋天就好像写诗啊。尹同学，你也这么觉得是吧？我嘛，这样就有三个人了，成员都不简单呢。尹同学要不要加入？你想加入的话，我就让你加入哦。我就不用了吧。樱同学也加入吧。那让我考虑一下啊。秋天少女俱乐部。说是可爱少女的俱乐部。小丸子也要加入吗？我才不要加入呢，那可是冬天同学、梅环同学和浅田同学，口味太重了吧。是呀。第二天，樱同学早上好。冬天同学早上好。给，这是什么？是秋天少女俱乐部的会员证哦，是我做的。樱同学，你的会员号是四号。等一下，冬天同学。美环同学，给，美环同学的会员号是二号。好可爱呀！怎么办呢，小玉？小玉，你要不要也加入啊？那就是五号了。我还是算了吧。也是啊。对不起啊，小丸子。情理之中。樱同学，过来一下。一定是秋天少女俱乐部的聚会吧？快点啦，樱同学。真没办法，那我过去一下，小玉。加油啊！
对不起，小丸子，小雨，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加入那样高端的俱乐部啊。不过你放心，我会一直守护着小丸子的。少女俱乐部的礼仪？我已经想好了，大家一起来做吧。什么样的？我要做喽。你好，少女。挺好的嘛，来做吧。你好，少女。像这样。你好，少女。没错，好可爱呀。快点吧，您同学也做嘛。你好，少女。您同学做得真好。我说，我们也来定一下少女俱乐部的规定吧。你说规定？少女俱乐部的成员不可以喜欢上同一个人。是呀，这个很重要。在少女俱乐部里有情敌，那是多讨厌的一件事啊。我一定会遵守这条规定的。其实你们不用担心，不会有人想成为你们的情敌的。还有，要支持成员的恋爱哟。赞成。这条很好啊，尹同学，对吧？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用担心，我会支持的。那么，少女俱乐部的成员们午休的时候在学校集合。这是为什么？因为是秋天嘛，来捡喜欢的落叶做书签呢。好主意呢。不愧是秋天少女俱乐部啊。我们学校的校园原来这么漂亮啊。哇，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呢，选哪一个好呢？看起来秋天少女俱乐部比想象的要好嘛。多亏了少女俱乐部，小丸子才察觉到学校里色彩斑斓的秋天。辛苦了，少女，真是太棒了，少女，真好看，少女。喂，艾姨同学，你也来做嘛？多多有得罪，少女。说什么少女呢？真奇怪呀！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秋天少女俱乐部的交流方式，不错吧？秋天少女俱乐部，那是什么呀？是可爱少女的俱乐部。难道说可爱的少女是你们吗？肚子好疼啊！真是失礼。怎么啦？捡那种破树叶回来干嘛？快丢掉了！什么叫那种树叶呀？不就是掉在地上的树叶吗？我看你们完全不懂落叶的好处啊！真是没品味。烦死了！我说了让你们丢掉，给我吧。真的只是破树叶啦。喂，中等，你想要干嘛？真过分，不可原谅，快点道歉。才不要呢。喂，甜甜，今天该你值日对吧？快点把这些垃圾收拾掉。你说什么？我们哪里招惹到你们两个了？你们为什么老是针对我们，而且还撕坏了我的银杏叶？你们聚集在这里就是招惹到我们了，少女俱乐部啊！不不不，中岛三子，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少女俱乐部啊！我居然在维护少女俱乐部，这下可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会员了。少女俱乐部，不不不，小鱼的破树叶，不不不，破叶子，不不不。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说小樱什么呢？大野同学，你们这是在和女生玩吗？才不是呢，这怎么可能呢？是吗？那过来吧，足球人数不够啊。知道了。多亏了大野同学，那两个家伙才走了。这个东西是谁掉的？花轮同学，谢谢你，花轮同学，这是我的另一半银杏叶。宝贝儿，
真是充满秋天气息的东西呀、啊！啊，这样就变成一片喽。解散少女俱乐部。嗯，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这么突然啊？因为英同学，你违反了少女俱乐部的规定啊。诶，我们少女俱乐部的成员要支持其他成员的恋爱，对吗？可是你居然让我的花兰同学对你眨眼。英同学，你真是太狡猾了。这个嘛，这个还有大野同学也维护了英同学呢。那个只是偶然而已啊。英同学，你一点都不懂得少女的心。没错没错。等一下，这个真的和我没有关系。英同学、你跟他们两个快道歉。哎，为什么？因为是你违反了规定，是你不对嘛。他俩现在可难受了。什么？这个真的和我没有关系。算了，前天同学、就算他现在道歉也为时过晚了。秋天少女俱乐部就此解散。真是的，我明明那么喜欢少女俱乐部的，都怪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这样？为什么会是我的错？还真是倒了大霉了。真是够呛啊。真是累坏我了。还是像这样和小玉在一起最好了。不过也许诶，下次又会说要成立冬天少女俱乐部呢。冬天少女俱乐部啊！不要啊，放过我吧。被秋天少女俱乐部弄得身心俱疲的小丸子决定，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一定全部拒绝。看家惊魂记。那是什么态度啊？明明是你自己作弊。真是的，最讨厌姐姐了。哦，是吗？我才不要像你这样的妹妹呢。是吗？现在开始，从这里到这里是我的地盘，你绝对不许来这边。好啊，那你听好了，你也千万不要到我这边来哟。哼，等一下，有我想看的电视剧呢。小丸子马上后悔划分了地盘。不，小丸子姐姐，我们出去买东西喽。那么你们会晚回来吗？是啊，爸爸去钓鱼了，也会晚点回来，所以爷爷只是去中野先生家坐坐而已，应该不会那么晚回来吧？啊，是啊。妈妈和奶奶也会尽量早点回来的，你们俩好好看家哦。是。什么嘛，臭姐姐！性子，你真是个丑八怪。啊，这下开心了。有人在吗？林太太，给你穿越版。谢谢您啊。家里的大人都出去了吗？是的，只剩我和妹妹在家。哎呦，这样啊。那个穿越板上写着呢，最近小偷很多，你们在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呢。可是小偷很多呀，要注意关好门窗。小丸子，哼，你还是自己好好小心吧，姐姐。对了，浴室的窗户关上了没有？姐姐就是喜欢瞎操心。有人在家吗？小朋友你好，请问爸爸妈妈在家吗？哎，他们现在不在家。哎呀，是吗？只有小朋友你在家呀，有没有大人呢？哎，现在我们家只有我和姐姐两个人在家。小丸子，请问你是谁呀？我是来推销百科试点的，出了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不需要。怎
么能这样呢？什么都不问就开门？因为他问有没有人在啊。要是小偷知道只有小孩子在家，就会趁虚而入的，懂吗？哎，是吗？啊，真是一点都不小心。妈妈他们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只有我们俩真让人担心。你太大惊小怪了，你看我们家这么穷，哪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偷啊。话是这么说没错了，我们家这么穷真是太好了。小丸子，这和你平常说的话可不一样啊。不过光是小偷闯进来就很可怕呀。姐姐，你胆子真是小啊，要是有小偷来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他吧。哎，就你吗？作为报答，把你的那份海苔煎饼给我一个。真是个欠扁的妹妹小丸子。鹰先生在家吗？有人来了。我是报纸公司的人。什么？说是报纸公司的人来收钱吗？不过妈妈什么都没有交代过呀。鹰先生在家吗？还是过去吧，不然会以为我们不在家的。是啊。鹰先生。来了。啊，鹰小姐，我是报纸公司的，来收钱的。我说姐姐，你要付钱吗？我是家政工，不太清楚。来帮忙家务的呀。夫人什么都没吩咐，请您回去吧。这样啊，那我回头再来啊。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报业公司的人嘛？要是真的轻易相信了他，打开门后发现是强盗，那多可怕呀。不过听你说的，我是家政工。要是被他知道家里只有小孩子，那不是很危险吗？那倒也是啊。这么看来姐姐你很机灵嘛。算是吧，毕竟比你多活了这几年嘛。不过万一被小偷当作是请得起家政工的有钱人家，不是也很危险吗？姐姐，我们家明明就贫穷这一点优点了。对不起。姐姐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嘛，刚才还在自夸来着。什么嘛，你吃太多煎饼了啦，给我。别这样嘛。小丸子，我现在要去一趟邮局。我忘记寄抽奖明信片了，中了的话能拿一张秀秀的真人照。等等姐姐，你想把我丢在家里自己出去吗？不过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姐姐，你出去的这段时间有强盗进来了怎么办？你这个人。不是的啦。姐姐等等我。自作自受。原来是风啊。有人在吗？
你好啊，殷先生。哎呀，门开着呢。啊，糟了，门没锁。殷先生，居委会的会费。我是来帮忙做家务的，不太清楚。不过可不是有钱人的。那个。我们家很穷的。这样不行，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会来，得做好准备啊。要是这样还进得来的话。好了，这样就没问题了。我回来了。哦，姐姐。小丸子开门呐。这是什么？用来对付小偷的。这样我怎么进去啊？你快拿开。哦，对不起对不起。吓了一跳吧，这样的话小偷也会被吓到的。我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从爷爷房间拿出来的。对不起，我很急呀，想上厕所忍了很久。没事吧爷爷？这是什么呀？不管怎么说，小丸子和姐姐的看家惊魂记终于结束了。Join the hand.